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知道向耶和华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凡敬畏耶和华的人，无论大小，耶和华必赐福给他。是的，主天父上帝，你是万福的源头，赐福的上帝。今天上午，愿人都来亲近你，求主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同心向你欢呼敬拜，颂赞你名的荣耀，将尊荣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来唱诗第118首《万福源头》，歌词在周报第四页。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7章21到25节。弟兄姐妹可以打开圣经，或者是打开周报内页第二页。找到之后，请听我来攻读，我们一同来领受。《使徒行传》第27章21到25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上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
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让我们有段安静的时间来默想这几节的经文。天父上帝，你是信实可靠的上帝，信靠侍奉你的人，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保罗带着锁链在被押解前往罗马的途中，搭乘的船只多日虽然经历风暴漂流，但他在你里面有平安，有你的应许。保罗内心平安，一方面是因他为基督、为福音的缘故，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他得着你的话语、你的应许，相信你怎样对他说，事情也必怎样成就。在这次的危机中，他有信心必然会获救，因他全然信靠你，相信你。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与信息，让我们能更加认识你与信靠你，认识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必然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在家事报告之前，我们要先欢迎，不晓得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华安堂参加主日崇拜的我们的新朋友。如果您是我们华安堂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要邀请您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好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以及可以来欢迎你。请问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你可以从座位上站立。感谢主，这边有两位，还有吗？好，请坐，请坐。那我们下面就用奇异恩典彼此来问安，也特别欢迎这两位的新朋友。弟兄姐妹请坐，请我们一同打开教会的周报，有三项事情特别报告。
请打开周报内页的第五页。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在双语堂当中将会举行浸礼。今天下午一共有25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浸归主名下，分别中文堂有19位，英文堂有3位，另外是光岩教会的弟兄姐妹有3位，请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为他们守望祷告，也欢迎可以来观礼。另外就是我们印度的短宣队即将在10月15号到28号出发，为期2个礼拜的福音短宣。弟兄姐妹，如果您愿意为这样守望祷告，在今天的周报内页当中有一条浅蓝色的丝带，在稍后在收奉献当中，弟兄姐妹您可以直接投入奉献袋内来为这样的事工来祷告。另外第6页的下方，这个礼拜六10月8号下午2点到4点，在热敏馆有一个健康讲座，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一起来聆听这样的讲座。这一次的主题是这样吃就对了，欢迎弟兄姐妹不论大小都可以一同来参与。其他的消息请弟兄姐妹各自来参阅教会周报内页的各项。让我们下面继续用诗歌来敬拜，请我们来唱第684首《我灵镇静》，歌词在周报第3页。
下面让我们一起用奉献来敬拜主。愿意为印度短宣队带导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将丝带直接投入奉献袋内，新朋友也可以将你的留名卡直接投入奉献袋内，谢谢。慈爱的父神，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主你也掌管我们的明天。感谢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有福。感谢主，今天上午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面前，欢然乐意向你献成这些的金银，愿蒙主悦纳，得以在你福音工作上为主所用。主，我们欢喜快乐，为今天下午将有25位的弟兄姐妹们要受浸，我们来向你祷告，恳求主使浸礼能够顺利进行，并且带领他们往后的一生有主的同在与引导。我们也为教会印度短宣队即将在10月15日出发前往印度，至10月28日为期2个礼拜在当地的福音工作，求主带领每一位队员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保守看顾他们每一个人，身心灵都健壮，出入平安。同时，我们也要为明年二月春季的印度短宣队的招募，求主感动兴起，拣选差派你的儿女们，有份于这项事工，成为合你使用的短宣队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这首诗歌 所唱出来给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的肯定，我们都是属于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或是顺境或是逆境，在我们艰难的时候，在我们平顺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属于主，主你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你就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必然保守看顾我们。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一起敬拜的时候，愿我们再次经历到你就是那位永不改变现实的主，你更是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边上与我们同在的主。因此我们再次的投靠你，再次的仰望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崇拜的讲道系列今天会来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刚才我们有读到这段一部分的经文，可能我不晓得对你来说，你在整个《使徒行传》的系列里面，我们在今年一月份开始在崇拜里面讲到，你大概应该有一个概念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认识。《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主角代表的人物，第一个是谁？彼得，在前半部。第二个就是刚才有些弟兄姐妹讲的保罗，这两个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很主要的主角。我想问一下，你读了《使徒行传》那么多，你听了那么多，你怎么样认识保罗？你怎么样会形容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可能你会记得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他被派到很多不同很远的地方，他很有能力，他在雅典讲了一篇很好的道，他去传福音，他也可以行神迹，去医病。所以你可能不晓得怎样去形容，或许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大概会知道保罗的背景，他出生在一个很出名的法利赛的教师扎马列的门下，而且他的学问很大。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使徒行传》的第26章，26章第24节里面讲到，当保罗被那个菲斯都跟那个亚基帕王审问的时候，那个菲斯都巡抚他这样子说：保罗你癫狂了。可能你会形容保罗是一个癫狂的人，但另外那个菲斯都说：保罗你学问太大了。第一，真的保罗真的是学问很好的人，他等于我们今天可能是已经拿了好几个博士的学位，在大学里面当教授的，很有学问，很懂很多事情的人。而且我们看更多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人生的经验很丰富，他遭遇过很多的灾难逼迫，但保罗就是这样子一个很棒的人。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形容。在《使徒行传》27章里面，如果你回去有机会以前看过，说你有机会回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其实是被押解到罗马的途中，他是成为一个犯人。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本来要坐船按照一个锁定的日期要出发去罗马，但后来保罗给他的意见说不要了，那个路途上那个可能是天气不好怎么影响，他们就不听保罗的劝告。结果就真的发生那个船难，那个船就没了。我们刚才有读到一部分，你回去可以慢慢看。如果你熟悉27章，大概就会知道了。如果保罗今天他在我们台湾，如果他真的在我们台湾，你猜保罗最好是来当我们什么哪一个官长？气象局吧。你看27章，保罗就是说你们不要坐船，那个时间 开船的话就会遇到风暴。保罗真的很准，最后那个船真的坏了，他可以来台湾的时候就当气象局局长。但我告诉你，保罗来到我们这边大概他都不会来当气象局局长。为什么？你还记得上礼拜刘牧师在这边讲什么道吗？他没有违背天上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他一定不会来当局长。我告诉你，他还是要当他的传道人，他还是要把神给他的那种意象，他那种使命要去传福音。保罗就是一个很有学问，他懂很多事情的人。但我想跟各位来看保罗，我们快完结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想让各位知道保罗其实不单只很有学问的人，他可以当局长也好，当什么都好，
他更是一个懂得害怕的人。刚才我们所读到27章的24节，保罗自己说上帝的使者在他旁边跟他说，保罗怎么样，不要害怕。所以保罗可以跟那些坐船的人说，你们放心，你们放心，因为他知道他有听到神跟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有时候会奇怪说，为什么保罗还会害怕呢？在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保罗准备去罗马，但在去罗马之前，保罗其实真的无论他的在信仰上，在他的属灵的生命上，在他的学问上，他已经在一个很高峰的一个地位，有人称呼他是一个超级的使徒。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写完了他的保罗书信的其中的6卷书，你知道是哪6卷？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罗马书。保罗已经写完了。有时候我们会想，保罗那么厉害的一个信徒，他为什么还会害怕呢？他能够写出那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读不懂，不太懂了，可能你读懂了，你很厉害，但我们就知道这不代表保罗不会害怕。保罗就是一个懂得害怕的人。如果你回去看《使徒行传》，从第9章开始，更多的去记载保罗的事情，你就会发现，总共有起码有11次去讲到保罗要怎么样壮胆，神怎么样去鼓励保罗，要他放心，要他壮胆，不要怕。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其实保罗不是我们心里面想到那么厉害，很棒。当然他真的很优秀，但他还是一个很懂、很会、很知道害怕的人。我相信这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从保罗身上来学习。我们做一个懂害怕的基督徒。我不晓得你会认为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会害怕的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应该会了，害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应该有出现过吧。不会像我们以前有一句话说，天不怕地不怕，我不相信就是你什么都不害怕。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害怕，或多或少。而且我相信害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的反应。不要以为害怕就是一个不好，一个负面。害怕是让我们可以更懂得我们要谦卑。特别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的害怕，他得到神给他的鼓励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让他更知道他要谦卑，更倚靠主。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懂得害怕的话，我相信你是一个更加谦卑，也更小心谨慎去做好你事情的人。如果你不懂害怕的，有可能你把那个事情弄砸了，也说不定。所以不是害怕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当我们懂得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小心，做得更谨慎。我们不要过分的惊怕，就是一个健康的害怕。所以保罗就是一个懂得害怕的人，所以他在心灵的醒觉的能力很高。当我们真的知道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懂得害怕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心灵的醒觉，英文说 awakening， 我们就能够更多，我们更醒察我们自己这个人的信仰，我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我就可以更倚靠我们的主，更敬畏我们的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真的认识一些朋友，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有没有？还是你本身你自己就是？我告诉你，中国人有句俗语，我在这两礼拜六晚堂跟早堂都有问过，我不晓得你没有听过，大概我不晓得是从哪里出来的了。他有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下面还有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可能是北京人说吧，
他就说天不怕地不怕，可能北京大概北京人都是比较觉得自己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城市哈。他说天不怕地不怕，他还有一样要怕，最怕什么？广东人说官话，讲官话，你有听过吗？广东人有没有听过哈？我不晓得哈，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这北京人讲哈，所以你听到我讲话，你害怕是很自然哈。所以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哈，还会有一样怕就是了。如果真的是一个你是一个天也不怕地也不怕的人，就好像我告诉你，《使徒行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一个希律王。他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恶人，其实在诗篇里面也讲了不少，待会我会介绍你回去看一些诗篇哈。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希律王就是这样子，当他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人家跟他说，听完希律王讲话以后，就觉得他是一个神明的样，这个希律王就从来不怕那个天也不怕地，他又觉得自己真的是神明，没有归荣耀给神哈，所以《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形容希律王大概就是这样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恶人。但最后的，如果是这样子的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一些行为出来，搞不好那些恐怖分子大概也是这样子的心态。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这个希律王最后被神所惩罚哈。有虫子把它咬死。在诗篇，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73到76篇哈，73、74、75、76哈，他那边就讲到一些恶人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读一两节经文给各位听哈，在诗篇的73篇的第9跟第10节里面讲到，他们亵渎天上的上帝，他们的舌头毁谤全地。这个大概是和合本的一个翻译哈，那些恶人是怎么样？他们亵渎天上的上帝，天不怕，他们的舌头毁谤全地，地也不怕，就是这种恶人。但73篇告诉我们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73篇的第11节说，他们说上帝不会知道，至高者不会发觉。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神不会管他们，神也不知道，神也不理会他们。不要以为当一个恶人哈，或许你有机会真的是不太怕上帝的时候，你以为上帝不知道。我们现代人比较常会有一种警觉的说，如果你看台风新闻也会看到了，其实平常看新闻也知道一些案件或者是新闻，他们会重新有一个录影放出来，就是那些所谓我们在香港叫做天眼，大概是从天有眼那个过来吧，那个摄录就是可以把很多的地方那些情形重新已经记录在，然后再把那个录像放出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不会是不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全部都知道，只是人他自己以为他可以做一个天不怕地也不怕的恶人。不要做这种，我们要懂得做一个害怕的人。所以保罗跟巴拉巴就是一个懂得害怕的人。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的第14章跟刚才我提到的12章来做一个比较哈。当保罗巴拉巴去到路斯德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医好了一个人哈，当地的人看见他们行了那么厉害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一些祭物奉在他们的面前，要朝那个保罗跟巴拉巴来拜。使徒行传14章里面讲到，保罗跟巴拉巴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14章的第14节里面说，他们马上撕裂他们的衣服。他们喊叫说哈，这两种无论他们的撕裂衣服的动作跟他们的喊叫，是代表他们的惊恐，他们的害怕。当这些人要来拜祭他们，把他们当作神明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很害怕。我们相信他跟希律王做一个对比，
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更要做一个懂得害怕的人。懂得害怕的人，其实另一个说法是怎么样？就是他们愿意更敬畏我们的神。当我们愿意敬畏主的时候，虽然我们害怕，但我告诉你，我们敬畏主，这些我们一般的害怕，其实不能够成为我们的重担。能够减少我们的害怕，我们都希望。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些害怕可以减少一点。怎么样可以减少我们的害怕呢？就是当我们愿意敬畏主的时候，我越敬畏我的神，我的害怕可以越来越减少。甚至说，你可以因为敬畏神，你的害怕虽然还在，你跟他共存，你就知道我有一位更大的神帮助我，我只要敬畏他，这些害怕我都不需要过分的害怕，过分的担心。如果用一个旧约的例子，我觉得很好，在但以理书，如果你在教会比较久一点，就大概比较熟悉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那段时间，你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讲的很多，他们经历过很多的危险，很多的恐吓，但他们最终还是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因为敬畏耶和华，纵然他们也会害怕这些的恐吓威胁，但因为敬畏主，胜过这些害怕。如果用英文来讲，敬畏跟害怕的英文有时候会用同一个字来表达，你知道什么字吗？ Fear， F-E-A-R， Fear God。 其实有时候真的害怕神跟敬畏神也差一线，害怕跟敬畏其实有时候我们分不太清楚，但只要你愿意从害怕神开始，你就会学会怎么样更敬畏我们的神。敬畏神大概就是你愿意更尊崇我们的神，更以神为尊，以神为大，那你的敬畏就能够胜过你的害怕。在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害怕，台风我们害怕，有些人我们也会害怕，有些什么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有些小事情我们也会害怕，你看到一只蟑螂也会害怕，这也是我们人生当中。但我们学会就是我们多敬畏神，就能够让我们胜过这些害怕。虽然害怕仍然存在，保罗也是一样，在他的人生当中我相信他很多时候都会害怕，但并没有因为害怕来成为他为神工作的一个难主，他更敬畏神，更信靠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保罗身上学到，我们要做一个懂得害怕的人，不要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我们懂得害怕的话，我就更能够谦卑，更倚靠我们的主，更对我们的主多一份敬畏的心。盼望我们都能够懂得做一个会害怕的人。在那个保罗的经验，他有形容保罗一个比较在害怕以后他的一些转变是什么呢？在圣经当中他就形容保罗会可以放心壮胆。这个壮胆大概另外一个翻译叫大胆，在现代中文译本，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更有信心，充满信心的意思，他是能够因为更敬畏神，更依靠主的时候，他可以有更充满信心的情况，所以他能够壮胆继续为神工作。但是想跟各位说，在保罗那种讲到信心的时候，有可能他的重点比较多是在什么呢？他的重点说我们的信心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信靠的对象。他那个信心最主要不是说我们的信心有多少，你的信心是大还是他的信心比较小，
它不是从数量，当然也很难算什么数量，它就是提醒我们说不一定要求很多的信心。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向神求，有时候你回去看福音书也大概有时候那些人的经验就是说求主耶稣给他们有更多的信心，跟主耶稣说我信不够，求主帮助，有可能他们的信心有时候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更多一点的信心。但我相信保罗在这边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一个更重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要正确的时候，最重要是看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有没有放正确，不是只是看我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少。所以他这里说放心，我信神他怎么样对我。保罗的信心不是放在他的学问上，保罗的信心不是放在他的经验当中，保罗的信心是放在神的身上。他认定这位神是跟他同在保守他的，他认定这位是永不改变信实的主，所以他就很放心，他信神怎么样对我。他的信心不是错误的放在错误的位置上，也不是算他有多大多少的信心。所以这里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说，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要好好的去反省我们自己的信心到底，如果说不够的话，不一定是我信心不够，有可能是我的信心放在错误的地方，可能我只是信靠我的能力，有时候我只是信靠我拥有多少的资源金钱，有时候我放错了，好像我很有经验，我在教会已经那么多年，我侍奉已经很有果效，我就靠我的经验来做，甚至说有时候我的信心是放在神给我的恩赐上，好像神给我有那种恩赐，我就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情。信心不是要放在这些地方，信心的最重要是我有没有有一个正确的对象，我是不是信神，信靠这位信实的神。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反而要提醒我们自己，我要检视我的信心大小，倒不如我检视一下我信心有没有放错地方，我有没有只是用我自己的能力来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里提醒我说，保罗说我信神怎么样对我，这是他信靠神的同在跟神的保守。如果你回去看27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他们在那个船难当中，他们到最后在27章第18到20节里面讲到，他们把船上很多的东西都丢到海里面，为了减轻那个船的重量，让船可以继续可以在风浪当中，希望可以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有点就像好像人在一些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像觉得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很多东西都放弃了，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还有什么呢？其实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最重要，我们还有神，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纵然船上的东西都丢了，丢到海里面去，没有这些东西不重要，最重要保罗还有神，保罗仍然看到神跟他同在，是神的保守让整条船的人都可以得到平安。所以保罗看到的是基督徒仍然有神，仍然要信靠神。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什么都好像没有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会像保罗可以说这句话，我信神他怎么样对我，还是你会埋怨神，怨天怨人怨命怨神？我不晓得你会是哪一种情况，但我盼望弟兄姐妹记得，当真的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跟我还有神，
我们要信靠这位信实不改变的神。保罗在他的十三卷那个保罗书信里面最后一卷，你知道是哪一卷书吗？是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后书。这卷书里面，我相信是保罗把使徒行传他的经验，他所经历过的，他来鼓励提摩太。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都认识提摩太是一个比较我们说胆怯的人。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讲到提摩太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所以保罗要鼓励他更刚强。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真的提摩太的英文名字 Timothy 这跟那个 timid 就差不多意思，就在 他的名字有点就是变成他比较胆怯。但保罗就用他的经验，他知道纵然他有胆怯，纵然提摩太很容易害怕，那他鼓励他说不用担心，只要他更敬畏神，他把他的信心放在这位信实可靠的主的身上，这是最重要的。不用担心他的害怕，不用担心在人生当中我们所遇到的惊恐，最重要我们要继续敬畏我们的神。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是一段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我跟各位我读出来给各位听。他这里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对象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其实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不是我们能够夸口，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不是靠他的肉体来夸口，我们能够被保全。这个是我在台湾学的一个新的名词，很多地方都看到保全。我们能够被保全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信心有多大，是靠什么？是信靠那位信实没有改变的主。我们还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我们信靠的对象有没有错？我是信靠我的能力，信靠我的经验，信靠我的学问，信靠我的金钱，信靠某一个人，还是我真的是相信依靠这位信实主？所以保罗鼓励提摩太，在他给提摩太一封最后的书信里面，他提醒他，纵然人是不可信的，人信心很少，信心不够，甚至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可信可靠。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一段很重要的提醒，我盼望我也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在教会的圣经也好，在你手上的圣经也好，我们用那个现代中文译本来念好了，希望你不会介意。我们还是用教会那个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再次我们提醒，今天我们能够继续走我们信仰的路，我们继续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经历到平安的，最重要真的是这位信实的神，他的保守，他的同在。我们不一定有保罗那种那么丰富的经验，所经历那么多的艰难的时候，他都经历到神的保守，神的同在。盼望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信心信靠，我们知道是因为信实的神应许我们保守我们，以及我们能够走完我们人生的路。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教会的圣经329页第二章的第九节开始，是保罗再次跟提摩太说，我因为传这福音而遭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囚犯一样。这是讲到他在使徒行传的经历，但是上帝的话是不受捆绑的，因此
我为了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忍受这一切，好使他们也能得到那从基督耶稣来的拯救和永恒的荣耀。第十一节这样子说，以下这话是可靠的。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完这以下这话，读到第十三节哈，预备来。如果我们已跟他同死，我们也会跟他同活；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也会跟他一同掌权；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会不认我们；如果我们失信，他依然信实可靠，因为他不违背自己。不是因为我们值得神爱我们，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信实可靠的神。纵然我们有时候真的连信心也没有，一点点都没有的话，要记得神还是信实可靠，他不会丢弃我们每一个。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是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借着保罗教导我们做一个懂得害怕的人，也因为我们懂得害怕，我们就能够更谦卑，更依靠主，更敬畏我们的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走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我们更认定你就是那位永不改变、信实可靠的主。纵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仍然没有离开我们，没有丢弃我们。我们相信在你的保守、在你的恩典、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能够走完我们的人生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以诗歌《我知我所信的是谁》作为我们准备领受主的餐，作为我们今天听到以后的回应。我们会唱第一跟第二节，然后我们也同时收差传的奉献。为这些主餐来纪念那位为我们钉死跟复活的主耶稣。我们教会的主餐欢迎每一位已经在不同教会里面，你已经接受洗礼的，你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主餐。
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还在慕道，或者说新来的朋友在当中的还没有受浸的，我们都可以暂时不需要领这个主餐，你只要在你的位置上安静默祷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第一节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主的恩惠可以临到我这个人身上。我相信主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让我们再次回想上主给我们的爱，主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明白。借着这个主餐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去省察我们的生命，也是省察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我跟主的关系到底现在是怎么样。让我们在准备领受主餐之前，我们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省察我们。我们一起安静的祷告默祷。在天父，我们想到天你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那些敬畏你的人显明临到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因着你的拯救也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面前，在一起领受主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光照，让我们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还有显而未显的过犯，求主洁净，求主提醒，求圣灵更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痛苦是何等的大，何等的痛，让我们愿意更依靠主，在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靠主来胜过我们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全感恩的心领受主的饼。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永达牧师带领我们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美好的恩典，每当我们领受主你为我们亲自设立的这主餐，在领受这饼这杯的时候，每当我们思想主的爱何等的浩大，让我们能够这蒙恩的人能够在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这美好的属灵的家中，不仅与主有美好的联合，更是我们肢体弟兄姐妹当中也能够透过这主餐一起在当中有美好的团契。愿你的爱再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仅敬畏你，也更是乐意深深的来爱你、侍奉你，效法保罗勇敢的心。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刻再次的被你爱来激励。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存一个警醒等候主再来的心，领受这个杯。饭后，耶稣跟他们一起唱诗，我们也唱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请唱诗《我之所信的是谁》的第三跟第四节，一同站立。我们来同唱这首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